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你的内阁的这个阁员的桌上放了几包乖乖，那你知道在我们民间，不只是民间，像我们很多公务机关也是，在我们的电脑前，在事务机器前，或是工厂的生产线上，那弄个很乖乖，你知道很乖乖是什么意思吗？请陆员指教。放乖乖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这个机器，或者这个电脑，或这个生产线，或者这个办公室，大家能够运作顺畅，不要出错，不要出包。那而且呢，听说要用绿色的乖乖才行，用这个橘红色的乖乖还不行哈。今天为什么要送你们一包乖乖，送你们乖乖？因为你要迅速的整合你的部会，你要迅速的整顿你的内阁。如果你不能够整顿你的内阁的话，你的民调还要再掉，非常的危险。你说内阁去吃乖乖，那脚空也有个打弄乖乖，他们要发挥他们个人在职场里面的创意。刚有人要请你吃乖乖，那个开那个药方，那个不要吃，要吃这个，吃一包了。所有的政策里面要更科学的去盘点，如果都要跟过去是一样的，那没你来啊嘞。今夜のご注文はどっち？